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朋友贾飞。贾小姐，你好。哎，小心小心，喂。贾小姐，玲玲，我忽然想起来，我还没有写完我的作品呢，我先回去了。我先走了，你们好好聊，好聊。你要着急的话，我可以让文丽送你啊。不用了，谢谢啊。他最近在写个新剧，可能有点忙。文丽，你去送一下。哦。坐，嬷嬷。好。贾小姐，我送你下楼。不用了。在接见馆的是你吧？不是我。在酒吧的是你吧？我都说不是我。不是吗？不可能啊！喂，戒指。我经纪人给我接了一档真人秀，我本来呢是不想过来麻烦你的，但现在情况特殊，所以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参加。你是有必须参加的理由，可是我好像没有吧。虽然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订婚了，但是因为事发突然，还是有很多质疑我们的声音，而且我们的协议也写了，要增加曝光度，来证明我们情侣关系的真实性，所以这个就是最好的曝光。对了，还有，我上次做了一个直播采访，不知道哪儿来的一群水军，刷了一些又蠢又假的评论，导致现在网上越来越多的人怀疑我们的关系。所以现在急需这个节目来骗过，哦，不对，是抑制这样的风头。我去。喂，文丽，帮我跟程丽联系一下，说我跟她的会面要推迟到下周。对，然后再告诉她，她的项目书我看过了，我很喜欢。好，就这样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下次绝对不会再拿这种事情过来麻烦你。仅此这一次，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我又不做亏本的买卖。果然是商人本色。说吧，你还有什么条件？既然我要去参加这个节目，那我们在节目组面前就不能露怯。我要提前排练。你这还挺敬业的嘛。明天开始，来我家排练。啊？这是什么？我让文丽编写了我们相遇的经过，如果有人问起来，我们得统一口径才行。文特助还真是全能啊。活动时间到，夏琳往活动现场赶去。从此两人结下不解之缘，这也太老套了吧。那跟我们的真实经历相比呢？我们的真实经历至少没有违反物理规律啊。
还抱着转了两圈，以为是在跳华尔兹啊！而且那个姿势亲上去，门牙都会被磕掉了吧？那你觉得要怎么亲？至少应该……我们干嘛研究这个呀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这种事情呢，就是说多错多，还不如说我们就是在活动现场认识的。你呢，被我的美貌所吸引，对我一见钟情，念念不忘，然后死缠烂打，而我呢，也就只能勉为其难的接受了。行了，就按你说的。我瞎说的。不用，我觉得挺好的。饿吗？你这是要亲自下厨吗？凌夫人不想尝尝我的手艺吗？那多不好意思呀。行吧，那我先去参观参观。